不用走。老板的就是这种态度。走，红哥。最后垫后。不能走。没事，我跟你后面。Good. Tim, 跟着红杆速速。好。加点速，Go ahead. So then, go on. Go ahead, stop here.坚持。反一个方向。Can you just look at it? Can you stand beside, look how much space there is?就在你旁边。Yeah. Go. 叔叔的哥继续了。好。下起火，下起火。好，下。Good.
听，走，你走前面。走。好，不错不错。不错不错，Tim, go ahead. Go ahead. 我房子进不来。OK。朝上，朝上，最后转过来之后，一弯腰就。朝上，就减速。我转过来我就加了，没加。走了，我老是在刹，所以很那个乱。嗯，刹少的吗？速度快了再刹一下吗？够。蹲下去，起来，蹲下去，转弯前蹲下去，转弯中间起来，然后再蹲下去，转完了蹲下去。转完了之后蹲下去一下，就顿住了。蹲下去的时候，转弯之后蹲下去的时候要向上，它就自然就停住了。就减缓一点速度，因为你转弯的速度可能比较快，转过来，这样再停一下，然后再起来，然后再下去，起来，下去，顿一下，相当于。Sorry. Okay.蹲下去，起来，
蹲下去，起来，蹲下去，起来，蹲下去，转过来都蹲一下，这就可以卷一下树。下去了，你先跟他下去了。没事，他应该没问题。